我们长得像不像？这是我们罗家最小的妹妹，哎，是不是？对，同框，哎，有点像吧。Hello， 我是罗宾，今天是五一长假的最后一天，今天和我们家全家出动，我妈，哦，老大，我们今天就是亲戚啊，亲戚家小孩办满月，周岁的那个酒，所以一起过来到这边来看看。我现在是在菱角湖万达，然后看湖景酒楼啊，湖景。之前视频也说过了吧，就是武汉人一般办酒席啊、办酒宴啊，啊，不管什么酒宴都喜欢在那个湖景这边来办。当然，这个湖景酒楼也是一个小的啊，不是那种蛮大的。打个招呼。大家好，好久没见了哈。好久没见了。你露镜吗？你露镜吗？这怎么这么黑呀、啊？怎么一拍你就这么黑呀、啊？啊，我们都还我们小名就是小米酒。我们都还不知道今天吃酒的主人公的名字。那你准备送多少钱的礼啊？送1000块钱的。一千。啊，对啊，一般亲戚送礼都差不多这个数吧，差不多，对吧？像朋友们300-500的，就这样的。嗯。好，谢谢。看看我们家的亲戚们这么多人，天哪，这么大的场面！打本了，打本。这是我妹妹，妹妹，我妈你好。你妈妈呢？我妈在这里。再见我都当大伯了。主人公，这个是主人公小宋心。哇，大富大贵呀、啊、小倩我表弟媳妇，然后是他小孩，今天一周岁。是老霞，不是何着。不是何着，是关呢？他是不是何着？老霞是他的。老霞。还忘了吃的东西。不是摆了半天是吧？摆了半天 pose。I know that you are having a hard time right now.That everything seems to crumble around you. 这边一个是我表弟，这边都是，这是我的那个姑姑，这是我大伯，这边还有一个表妹，对，这个是表妹，这两个是一家子。然后这边就是我姑姑他们。爱人，我教你好不好？就是什么姑伯、姑爸，叫什么姑爹？啊，姑爹的那边的亲戚，我都不太认识。那边就是我的表哥啊、表姐啊，他们那一大家子。我们这一代就坐这儿了。哦，还有个表弟，那主人公在哪去了？在那边。这次的主人公，他们家孩子满周岁。就要拍你，这些小的都已经开始喊我们，叫什么？喊伯伯，喊你喊什么？姑姑，伯，当伯伯的人了，换一个吧。不行。Trust into us, and we will help you through. 'Cause we only want what's best.
what's best for you. I know that you are having trouble believing right now. Everything is gone. 我们长得像不像？这是我们罗家最小的妹妹，哎，是吧？框框，哎，有点像吧。Hello，Hello， 完了，不认识我，见少了，见少了，是不是？哎，米酒，又哭了。But you have to put your trust into us, and we will help you through. 'Cause we only want what's best. 说被打完了。结束了，我们这里是又吃又拿呀，要不然浪费了。然后我们家老大拎了几个，今天晚餐又解决了，中餐晚餐一起解决了。最后每个人会发一个那个手办礼，毛巾啥的，然后就结束了吧。其实亲戚里面好多都是男方亲戚、女方亲戚，所以那么多人，很多人都不太认识，就是主要是我们这边的人啊，但是。我们这边人其实也是一年也难得见一两次啊，一般都是过年的时候见一下啊。像这种事情的话，啊，其实还是蛮开心的，蛮热闹的，对不对？非常嘈杂哈，但是蛮热闹的，开心。你开心不？吵死了。吵死了，那吵死了就是热闹嘛，对吧？啊，都是亲戚聚在一起吃吃饭啊。一般到了满月啊，满岁啊，一周岁的时候都会请亲戚啊，热闹热闹，大家在一起聚聚吃吃饭。OK， 今天晚餐解决了，你逛街吗？好不容易拉着我们家老大露了回脸啊，他死活不愿意拍。像老人是比较开心嘛，你看我们家的老妈啊。他的那些老姐妹们啊，都去打牌去了，这是他最开心的，名正言顺的打牌的机会。然后我们就回家了。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啦，我是罗宾，下次见，拜拜。